不知从何时起，一直有谣传什么苹果 iPhone 手机的供货方约本占比 20% 甚至多少的，甚至夸张到苹果都离不开约本电子元件，全都是扯淡。苹果公司的供应链结构中，约本元件仅占 0.5% 而已，还不如中国大陆的多呢。